们长虹栈道这块扫雪的话，每次下雪停了以后，我们就会及时过来清理积雪。我们大概一次扫的话得花一个小时左右。下来的话，我们先用，如果积雪多的话，我们先用那大铁锹把那雪扫干净，然后再用那个大点的扫帚在后边再扫一遍。扫干净以后，如果上面还稍微有点滑的话，我们会撒一些盐。平时我们就在山上住着，大概一个星期回去一次，倒一次班。冬天嘛，冬天天气冷一些，但是我们一出门就能看到风景啊，非常漂亮，所以就非常开心。离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